嘀咕嘀咕，嗨几位 ，Hello 九烂。一宿，嗨嘀咕嘀咕，谢谢你的晴天娃娃，北极熊 Soft。谢谢哈姆斯。洛克，タイムはラブソング愛しいメロディータラ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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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谢谢几位的厉害厉害波波中干妮妮波波志宏Hello， 四象天子，查查，阿北，谢谢子红，哦安安，我需要钱，我也是需要钱，地满足，主要官很棒哦，耶，开心，谢谢，背景変わってる，哦，今日は、いつもは。こっちを前にしてるんやけど今日は太陽光でしようと思ったからこっちが窓でこっちが壁そんな感じですはいレクは今天ね今天是太陽光今天不是直播灯光太陽光です新的公式照很好看真的吗你觉得好看吗真的我的卧蚕又没有了你知道吗我的卧蚕又不见了为什么这样是好那个好奇为什么我的卧蚕会不见为什么还可以了吗就是好看假的还是好看谢谢中干部部中干尼布中干尼布那后面一个毛鸡喂猫过来还是好看谢谢当然好看谢谢天啦太阳光进来这样很近哎喂喂猫喂猫过来跟大家说 Hello 我是喂猫酱的叔喂猫的叔喂猫酱的叔地瓜的叔地瓜酱地瓜小屁孩小屁孩小屁孩跟大家说拜拜好啦你想去玩了欧摩鸡姐姐去找欧摩鸡姐姐你想睡觉了再过来好不好嗯好不好跟大家说拜拜你想玩呢我知道了好啦欧摩鸡欧摩鸡回地瓜玩好去可爱吧地瓜好可爱，麻薯也很可爱，麻油也很可爱，真的是，就是可爱三连发。欧摩鸡，不要咬它哦。嗨，沙嘎拉嘎。一般人，乔恩大哥，别问我是谁。Hello， 积分大师，谢谢你的红玫瑰、麻薯、地瓜，感觉很，对他们感情超好的，他们感情真的是超级无敌 people 的好哎，天哪！麻薯会欺负他？没有，他会陪他玩。麻薯会咬地瓜，嗯，是轻轻的咬，轻轻的咬。啊，可以谢谢枫叶。对啊，他们感情超好的，一起睡觉，一起玩，一起吃饭，而且，那个麻薯的饲料，地瓜会去抢，但麻薯也不会生气。超级无敌乖，对，轻轻的摇，轻轻的摇，哈哈。北原，とりあえず公園の話は気分からんから聞いてるだけ。いや、今公園の話してなかったやん。今普通に猫の話してたやん。西瓜加热后，现在生活找到新的模式了吗？你说我的生活吗？还是他们的生活？
我的生活当然有改变啦、啊，嘴巴里面破了很多洞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地瓜很喜欢在我衣服上、衣服里面睡觉。麻薯好真好，被圈粉了。对啊，因为地瓜喜欢在我衣服里面睡觉，然后他就是睡饱了之后开始玩，然后开始玩没关系，但是他会开始咬我。哎呀天啊，他们开始玩就会那个猫毛会飘起来，然后就害我打喷嚏。美颜，谢谢你的今天妈妈没睡好，真的应该是一个小时一次被他吵醒。饲料被吃完后我就有猫零食可以吃。对，马友看起来像饲料吗？马友看起来不像饲料啊，但他就是一直玩啊，他是这样抓抓抓抓抓。哦，我跟你讲，这里都是抓痕耶，然后他就开始咬人啊，咬也是轻轻的啦，就想要玩。谢谢张张的幸运四叶草，早安。就小孩子很爱玩，对，看不清楚哦，对，是小小的很。谢谢张张的一封信，康明 ，hello， 大家等我一下，我去拿个饮料，好不好？等我。嗨，墙壁君。亚莫里，谢谢你的比心。没有回来呀，回来啦，我拿饮料回来看看。江江，谢谢一封信。我的拿铁，早安早安早安安午安安，大家按赞了吗？我说我的 IG， 大家按赞了吗？留言了吗？分享了吗？新故事最好看，真假的？开心哎，因为我真的是没自信，完全没有自信的。因为我想说，因为我的卧蚕是我的命一样重要，然后就，对，我的卧蚕每次都会被修掉，所以我就会觉得很难过。但是大家觉得好看就太棒了。地瓜养了几天了？大概一个礼拜。新公式照还不错，真的吗？那就很棒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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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按赞留言分享，我跟你说很开心的事情，我就是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就回去看一下那个。那一集是什么？向上一集是什么？同学来了，向上一集是什么？日本封台湾，日本人封台湾那一集呀、我就前天就去回去看一下留言区，想说，他那个观看次数吗？是还蛮多的，大概5.6万。次数，就是因为那个同学来了，每一集差不多大概就是2-3万这样子，然后就他有5.6万观看次数，然后想说那会不会更多留言这样子，然后就看了一下就是留言区，然后就看到我不认识的人说。我不知道是你们就是做了一个小站去就是留言还是什么，但是
我看到的是我不认识的人，就是留言区说，我来看马友啦，还有什么哦马友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超级开心哎、欸，我就想说，哎、欸，搞不好是马友饭的大家去办一个小站，然后就是帮我留言，有可能，但是。我如果是真的是一个新的，我不认识 AKB48TV 的藤井妈的人，再来是因为同学来了，然后就喜欢上我的话，我会觉得超级开心。上这个节目 YouTube 上了吗？上啦，就上啦，上啦。对啊，明天同学来了有 TTP， 对啊 TTP， 哎、欸，那一集真的超好玩的。我跟你讲，明天的同学来了一定得看哦，我觉得都真的超好笑，雨晴真的超好笑。雨晴跟我都就是雨晴，我超喜欢那个雨晴那个画面，应该不会被剪啦，我就觉得超好笑，所以你们要期待一下。对呀、啊，最后哎、欸、什么最喜欢最后一张，但第一张的兔兔也很可爱，都可爱了，谢谢，难得一起耶，对，难得一起，どうせコメントしたところで特に反応せんやろ、コメントしたらいつも読んどるやん。どうしたん今日なんかちょっとメンヘラになっとるやん。有 TP 的节目都必看，必看以外呢？必做什么？必看以外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大家记得吗？九天谢幕被啊不是白色情人节是那个啦，可以做你的女友吗？有新的猫咪对啊，是叫地瓜留言对，立刻立刻赞赞，对留言。就是一定要说藤井麻友赞赞，还有呢，另外是哦 TTP 赞赞 ，AKB48 TTP 刘雨晴、蔡阳安、李佳丽跟藤井麻友都很赞，非常赞，按赞，这样一定要说，一定要说，不然，以后就是以后搞不好就可以常常跟他们一起上，对吧？对吧？我但是有这是个类型男的。马友都不坐过来，真的当观众？哎、欸，什么？马友都不坐过来，当哎、欸、真的当观众？对啊，我昨天是当观众哎、欸，很常常。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可以上更多电视节目。嗨，说的是哟，非常开心呢。昨天马友侧席有空位可以坐啊。真的厕、啊、所有空位吗？什么？哦，吓死我了！哎、欸，那是什么音？哦，我有时候那个警报会响，很多那个错误。哎、欸，我自己家这个家里呀、啊，是有很多那个什么火灾什么，很恐怖哎、欸！这个很多错误的警报，所以我已经习惯了。马友昨天辛苦了，你的观众席离我们太远了。但同学来了也好久没有看到哦，因为小百合前辈是因为他的工作证的关系，所以他十二月都没有办法上节目，因为他好像是工作签证，工作签证听说从今年啊去年开始就是有一些需要的资料那些都有改变，然后。听说比较难申请，然后他就是工作签证，没有很顺利的，就是申请成功，所以没有申请成功，所以他十二月是完全没有上节目的，所以他就说，这一月开始上节目，十二月完全没有上节目这样子，所以就是可能这一阵子很少看到他，是因为工作签证的关系。应该是说从二月三月开始就是很常看到他这样子。哎，我朋友一直说蛮好正蛮好跳还啊真的好开心。我跟你讲小五，我跟你说我就是其实没有哎，谢谢小夫妇猫的爆炸，谢谢你刷起来爆炸。我跟你说，我昨天你不是有拿到那个我忘记了两个不是有一个两个牌吗？就是板板吗？然后我看不太到你在写什么，然后就想说，哎，你是不是扎堆了？然后我就想说，哎，怎么没有呢？藤井麻友，我就想说，哎，是什么意思？是扎
道对谁，然后就一直在看，然后就哦看不到看不到，这怎么办？然后就后来就是 MC 的时候看到哦，原来是你的朋友，我就觉得哦好开心，不是你扎推了。 A 版有保留戏可以做。小百合是三元的人吗？不是不是不是三元的人，是 Mana san 是三元的人，三元 Japan 的人。还有工作签证这东西有，当然有啊，白色情人节，蒙着瑞婷眼睛的麻友一直都没有等到椅子过来，有慌张吗？啊，我想说我要当椅子吗？我那时候是在想，因为我们白色一首歌叫白色情人节，然后我们就是中间有一个道具要就是搬椅子过来，然后搬椅子就是那个椅子有一点点就是错误，然后就没有拿过来，然后就想说椅子嘞椅子嘞椅子去哪里，然后就想说我要当他的椅子吗，我要当他的椅子吗，然后就后来就算了，还是不要不要，就是自己改动作，然后就没有。签证有分观光跟工作，对，我是萌新，对，我是萌新，我朋友是萌新，对对对对对，超开心的。单环的瑞婷好可爱，对啊，所以麻友也有工作证吗？对啊，因为我前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生的签证嘛，签证这个 visa 这个东西非常复杂，就是我一开始是用学生的身份来台湾，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有工作嘛，所以就是公司帮我就是申请工作签证，不然我没办法留在台湾哦。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工作签证连续签了5年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永居，永居是永久居留证这样子。听说椅子没准备好，哦，我也不知道哎。谢谢小五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Hello 静，呵，我所会玩手，呵，我所会玩手。我们就看着小妹拿空气椅子机走进去，对，真的有点对，还以为麻友会做出什么，对，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当椅子啊，马上跑回去拿。一家的反应很快，应该是不是一家的，应该是说一家有听到什么字啊，椅子准备好了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就对啊，如果后面没有椅子有点尴尬啦。麻友当椅子应该很稳固，对啊。姐姐后来从另一边拿椅子出来，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说拜拜的时候，好多成员在我面前，我朋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杨哥 ，Hello。昨天我朋友第一次来看，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邀请过我的朋友来看公演，然后我昨天就是第一次跳，第一次有我认识的朋友的公演，然后对，我朋友在，但后最后没有跟麻友讲到话，但最后没有跟我讲到话，其实没有人跟我讲到话啦。对吧，勇哥谢谢好玫瑰。很多成员在看我的，我朋友跟我朋友觉得我魔性。齐威 Hello 小叶，我可以当椅子。令 MJ Hello 小叶，酷麻友朋友，对啊，我就很开心啊，就第一次我朋友来，因为我也没办法邀请我家人来，因为家人都在日本嘛，然后什么之前还想说麻友是不是没朋友都没邀请过人，对呀、啊、就没邀请过，然后就这次就想说就是他刚好说想要来看，然后就好啊，那就来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帮朋友们抢票啊，然后每次都是抢不到，然后就想说算了，那就是等到比较容易抢票的时候，这对对对，三周年再去。好啊好啊 Andy 谢谢，我在退场席等着麻油过来。退场席是什么？羡慕能当麻油朋友。彼氏は公園見に来るの。彼氏ジョンガニさんだから台湾にいないやん。
玛雅的朋友都是女生吗？玛雅的朋友都是女生啊，而且昨天真的超好笑，那个朋友是说，除了看玛雅表演之外，我一直都在观察粉丝们，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就是这样的剧场公演这样子，然后他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偶像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很棒，但是我觉得更棒的就是粉丝们，我就是说对啊，粉丝们真的很棒，然后就觉得听到我朋友这样说，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蛮怕，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嘛，然后他第一次来，我怕他会被粉丝们吓到，开始耶炸炸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哦好可怕这样子，但是他就觉得哦好开心很有趣，而且粉丝们真的太厉害了太强了，然后就他就是玩得蛮开心，不是因为看我的表演，是看你们的应援，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谢谢不挡不到兔的比心，没有退后一下，直指一定精准镜头，好，三一，咔嚓，咔嚓，咔嚓，哎，谢谢。谢谢小五，笑死！我买专辑是你的生日哦，真的吗？嗯嗯，谢谢。我第一次带朋友去的时候，也是他一直看粉丝，对吧？对啊，就对。大叫，对啊，谢谢小五，现场应该很开心才对，一直很酷，气氛会很好，对，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喊啊，所以我就说诶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先就是练习一下，而且我跟你讲 我超级怕他就是 uncle 之前就回去，因为我忘记跟他讲说诶中间有一个 uncle，然后就是唱完 Pinter 48之后你不要退场哦这样子，因为就是表演开场之前其实我们也是过得很忙嘛，然后就没办法理他，然后我就忘记跟他提醒他说哎你 uncle 曲结束后才回家哦，然后他就真的是慌张，但是 Pinter 48结束后他真的以为结束了，然后就是哎怎么粉丝们都不动，是不是要等到工作人员来接之类的，然后就一直等，然后等到最后他就 uncle， 然后就说他也不知道日文嘛，然后说 uncle 是什么、啊、虽然那是英文，但是大家的发音比较像日文嘛，他说 uncle 是什么意思， uncle 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后来就才知道是就是 uncle 的意思这样子，觉得很好笑，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啦，对，去年也会看其他粉丝啊，真的哦，情场面，那是什么？哎，我跟你讲，土豆，你不要再拿那个毛巾的啦！哦，天哪！虽然，我是蛮喜欢你的那个什么，共棉织的毛巾啦，但是我昨天超好笑，我到那个。我们表演完之后，表演之后就是进那个公车里，公车巴士里面嘛，然后就是那个成员一直在说那个共勉之是什么，那个共勉之是什么，在抗议吗？我就说不是，那是我的粉丝，他就是不会只藤井玛雅的毛巾啊，他就是一直拿那个共勉之的毛巾啊，谁会知道那是我的粉丝？然后大家都在说，那好像是在抗议耶，好像在反对我们怎么样？因为他拿的毛巾是红色跟白色的，就好像是在抗议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说为什么要拿那个粉红的红色跟白色那个抗议的毛巾，然后应援藤井麻友这样子，我就说好啦，我跟大家讲，我明天再开直播，然后再跟他讲，然后就是我要禁止你不要再拿那个毛巾了，你就是拿也是一起拿好不好？藤井麻友毛巾跟那个共棉织的毛巾一起拿好不好？你不要只拿共棉织，因为只拿共棉织真的根本不是我的粉丝好吗？不是，我应该讲错了，根本看不出来是我的粉丝，我真的需要一个，就是哦，原来那是玛雅的粉丝，哦，那是玛雅的粉丝的感觉。哎，结果看到共勉之，谁会知道？哦，那是玛雅的粉丝，对不对？真是啊，被迫共勉之出镜，对，共勉之只能跟藤井麻友的毛巾一起出现，不然不能
他一个人出现。傻尔，谢谢你的眼睛夜战争成员。对呀、啊，很多成员都这样讲。他说啊，我上次也是看到过棉织啊，我就觉得哦，那是谁？什么意思？这样，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是什么意思啊？超好笑，抗议是怎么一回事？对啊，超像抗议的。海尖叫黄色吧，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到，超好笑。那不可以色色跟过棉织学一条，当然是不可以色色啊，拜托。玉人 ，Hello， 玉人，有这种毛巾？对啊，他是拿那个过棉织毛巾啊，真的是，真的是，是要被大家认识，不能用这种方式认识啦。得到你自己要定制一个，哎，可以说什么麻油过棉织，或是过棉织麻油之类的，你就是至少要有个麻油这个两个字吧，拜托，谢谢。妹子，我过的呢，乖，藤井麻有过棉织毛巾可以啊，过棉织笑死，只要在过棉之前加上麻油就行了吧？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只要有麻油这两个字，你写什么都行啊。不可以算是跟过棉织两条，怎么缝在一起？我觉得缝在一起也可以，反正你就是要拿到藤井麻有的毛巾，好不好？等到要去定制，大家都会拿一条就好了。笑死，过棉织到底是什么意思？笑死欸，只有黄黑跟红白过棉织一起，不是这样子说的吧？是我在说过棉织之前一定要有麻油这两个字，你不要闹。但是谢谢 Gex 的好款，谢谢小秋 ，Hello， 那个 Kimi 大哥什么？Kimi Dake no Chiyu Hello 超哥，谢谢你的晴天娃娃，谢谢 Gex 好多好多好方款，谢谢你的好款，谢谢彭子的眼睛夜战中，谢谢谢谢超哥的晴天娃娃，好好笑耶，真是的好款，真的。公园之简单是说一起努力，哦，一起努力的意思吗？是这样子哦，乖呢，やっぱベルフェアで乖見に来てくださいな，マジでジョンガニさん来てほしいな，マジでジョンカニさん来てほしいな。もう本当になんか、もう辛いよ。日本に帰りたい。マジで。意思大概就是啊，一起鼓励彼此，不要再犯错。哦，是这样子哦，是好的意思。原来这是好的意思，一起勉励加油的意思吧？哦，真的哦，我都不知道，而且其他成员也都不知道哎。他说什么？哎，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乖乖，我行きたくないもん。絶対さ、しかも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コール聞きたいし、普通にめっちゃ。原来嘛，之前不知道意思，不知道啊，一起勉强的意思，一起勉强，一起勉强，我不想勉强欸，拜托。多久没有回去日本了？大概两年多了，对，已经两年多了。ファンにすら怒るのにファンじゃない人にはどんな対応か知ったこっちゃないわ。なになに、ファンじゃない人ってどういうこと？其他成员不知道会不会在扯？不会啊，谁知道？这个是尝试吗？真的、哦。一起加油，不可以色色，不可以色色。你以为什么？你以为是不好的意思？不可能，土豆是一个好粉丝，虽然他很闹，但是他是一个好非常好的粉丝，然后就觉得他是不可能会取一个不好的意思的毛巾啊。我知道他是一个就是很善良又很贴心又温柔的粉丝，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拿什么就是不好的意思的毛巾，所以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意思又没关系。百兽前任的成员和阿依西跌入一样听不到，哈，听不到，为什么？等下台湾人应该要知道过棉织的意思吧？真假的应该要在哪里场合举的话很难懂。对啊，那个场合举的话就很难懂。没有成员跟你解释意思哦，其实他们都说不知道是不知道那个意思啊。因为我们自己喊得更大声哦，是这样子吗？那你们有听到我们的歌声吗？那直接色色 OK 吧？不行吧？因为粉丝们太大声了，盖过去了。对，你们真的是非常大声，而且我超喜欢那个 MC 3的时候，林姐的愿望。我们 MC 3中间有一个聊天的，就是时间，然后就是那时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可以许愿，然后啊，林姐有一个成员叫林姐，林姐就是许愿说就是希望就是我讲到什么
讲到一句话就可以听到粉丝们的欢呼声，然后就说什么我是林姐耶，然后谢谢耶，然后我要走了谢谢啊，这样子就是林姐讲到讲了什么就是有听会就会听到粉丝们的欢呼声，我就觉得这个超级 carry 耶，就是觉得整个气氛就是变得很热闹，就觉得很开心。那个 MC 每个人都有发挥，很棒啊，一直耶，对啊，那个喊得超开心，真的吗？我就觉得超好笑的，自带罐头音效，对啊，耶，对，发挥真好笑，发挥真的超好笑的，哎呀，舍不得上班去的啦。哎、欸，小五，对不起，上班加油啦！大家都很配合，对我就觉得很开心，但是我的 HP， 对我就是我真的很害怕大家喊到没声音，然后就后面的表演完全没声音之类的，我就想说，哎、欸，你们先不要伤害到你们的喉咙，这样真的是很担心哎、欸，打太极也是很闹哎、欸，超好笑的，我不想要出现在他的作业里面嘞、欸。超好笑，真的很好笑，爸爸直接坐下来真的笑翻，真的超好笑，爸爸真的很强耶，下次曹子从自我介绍开始，林姐每一句话都要怎么说完都要喊耶吗？我觉得这样可以哦，就我觉得你们可以说好，林姐讲到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跟耶这样子，她一定会超开心，抱着有今天没明天的心，什么什么抱着有今天没明天的心，怎么了？现场做作业，笑死！哎，嘀咕嘀咕，你不是生日了吗？不是生日吗？你是生日对不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前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前天。林姐还不想要一起做太极，哎，而且那温统勋也太闹了吧！嗨，终于谢谢你的我来签到。我怎么觉得林姐会生气说，让我先好好讲完自我介绍？有可能哦，我觉得林姐超可爱的，太极全不做，然后和那个温统勋的那个许愿，我们也不做，超好笑。温统勋在闹哎，我们一直在讨论那个 MC 的时候，因为其实呜吼，我们就是一直跟他说，我们真的会做的，你想要许愿什么，我们真的会做，我们会照你说的做，然后就等到现场，等到当天，真的在表演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做。那真的超好笑，我们彩排的时候也是说，哦，没事没事，我默默就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跟着你一起做的，一定会跟着你一起做。然后现场真的完全没有人跟他一起，而且他也是一直回头看我们，就是有没有在做这样子，超坏，真的超坏，一直回头确认，对。啊，真的超好笑的，然后哎，好什么？哎，我是那个犯傻嘛？哎，汪汪是啊，而且他就说，他之前就是在讨论这 MC 的时候就说，他想要就是钢管舞吗？哎，谢谢 Geeks 的戳戳我，就是他想要就是当个钢管，然后就是请成员就是跳钢管舞，然后说我不要啊，我说不要那钢管舞，你的是邪教意识对。真的，他表情也超好笑，对啊，坏透了，从马友再说就知道不会一起做，啊，好好笑哎，啊，真的很闹，他的学员都很闹哎，谢谢阿俊的掌声鼓励，那一个我就让一个，谢谢你的枫叶，嗨关，嗨马克拉根。谢谢小五送我一个啾啾你哟、谢谢你的啾啾你哟、好好笑，我昨天的 MC 真的超好玩的，谢谢马格拉滚的谁那什么钟情玫瑰，谢谢你的玫瑰，好险这节体育课
不用打球可以看直播。哎，你是在上体育课，然后在看直播，超好笑的。你要认真上课，不然等一下会被老师骂。这次公园躲在 Lekra 的后面。对啊，但是我都看到，我觉得好开心哦，都是在那一区。不用理我 ，Hello。不用理我，是真的不用理你，还是我要理你？啊，讲得好开心哦！我觉得我 MC 就是越来越吵了耶，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我话太多吗？就觉得太开心，然后我怕我会太开心过头。冷冷，思念不如怀念。Hello， 那个，很棒啊，真的吗？好吧，那我继续瞧下去哦。这样，谢谢上节目也很有，我觉得上节目真的是非常有用，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第一次、第二次上节目的时候，我现在是太紧张，然后就怕我会讲错话，然后就是不太敢插话。但是我现在比较变得敢讲话，不是说我讲到重点或者是讲到好笑的事情，而是我比较敢讲话了。对，我比较敢插话了。对，越吵越好，是这样吗？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他正在吵了啦。因为我们有说好，就是 catchphrase 的时候不能用麦克风喊人家的名字，比如说。我是你我的小鸡在哪里？在这里的，在这里。我们不会用麦克风讲，因为这样子是这个是给粉丝们讲的，不是我们讲的。所以我们就是阿贝上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好，就是 catchphrase 的时候不能用麦克风。然后汪汪是本来声音就是比较大声，然后他还是麦克风就是拿在这里，那我就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很大声，而且他是那种耶呼耶哇的那种，我就说你这样很吵哎。虽然这个是他的就是优点啦，就是吵就是他的特色，我觉得这个很棒，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拿麦克风。还是不要拿麦克风，没关系，他就是不需要麦克风。谢谢 Ligligo 救救你哦，反而不会比嗡嗡吵。对 ，MC 只要不要讲三四个成员同时说话干扰，话多一点比较好，这太吵了啦。现在上节目真的有，真的有觉得话变多了，镜头会，对对，真的就是我可能是我以前是真的是直接被搞。虽然那个稿也是我自己想的哦，就是可能，提前被问说，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希望你可以讲到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哦，我要讲到什么，然后就会就是写自己的那个台词，就是自己写自己的台词嘛，然后就会就是练习那个词台词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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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然后才会去上节目，然后就上节目的时候会紧张，所以那个台词会变得真的非常台词。因为我本人也是不太会演戏的人，所以就是看起来也听起来很像我在念稿，所以呢就后来就经纪姐姐告我说，你这次不要再做稿了，你这次真的不要再就是多看那个 random， 就是你看过一次顺一次就好，就是你也不要一直练习这样子，你也不用就是试试看嘛，就是反正经纪姐姐在电视台工作也是很久了的经纪姐姐，所以我就相信她，然后就有一次就是这样子上节目，我就觉得哎天哪，这样子反而就是讲的比较顺，而且就是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的感觉。而且我以前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上节目的时候，可能就是讲话太卡，或者是讲话就是没有那么好笑，或者是没有那么自然，就是被剪掉，那我们画面也会就是一起变少嘛。但是我后来就不要那么的认真，好的意思的不认真，对，就是不要那么认真的话，就是比较讲的比较自然，然后就画面也是变多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对，很开心，真的很开心。T
他是小门 TP 数一数二吧？对，汪汪声音放大两倍，没错。嗨，微微，我也觉得派儿的受伤，以后先把麦克风收起来。我真的是想要，我昨天应该，我应该是说那个音控哥哥们，音控哥哥可以把汪头训的麦克风直接关掉吗？因为他真的是不需要麦克风呢、啊。到昨天后面的时候超好动，超好动啊，一直跟旁边的粉丝互动啊，真的、哦，但很棒啊。博友迷叔叔叔念得很僵硬，对，之前，即兴发挥好像比较好，对，随心所欲发挥比较有效果，对，我也觉得。抓到什么，完全不会念，对不起。那些外国人前辈都真的很强，马友那哪天会跟他们？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耶，而且他们非常的大方。我就想说，因为其实，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其实我们的上下关系很严格嘛，就可能哦，如果是前辈一定要用敬语啊，然后我们也是要很有礼貌的态度去跟他们讲话，所以就是上下关系非常的就是严格嘛，所以我原本也是很担心他们觉得就是我直接跟他们聊天，怕他们觉得我很没礼貌这样子，其实他们真是非常大方的，不管我是一个新人或是一个菜鸟，一个很就是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小偶像，但是他们也是就是很好奇问我很多问题，然后就让我放松录节目，觉得哦天哪，怎么那么大方？该怎么解释？是诀窍，诀窍，我知道诀窍的意思，我只是不会念。下次嗡嗡的麦克风应该不用装电池了吧？不然叫大吼的哦，嗡嗡不用麦克风的说话好了。而且他唱歌也完全不需要麦克风，他唱歌非常非常非常好听。你们有听过嗡嗡唱歌吗？他真的是非常好听。然后我觉得他没有麦克风也是很好听，他没有 BGM， 他就是声场就是好听。好厉害，他的声音就是好听。夫妇猫 ，Hello， 有啊，马友有替嗡嗡加油吗？什么替嗡嗡加油？有啊，有啊，之前还有圣诞节那个影片，对，好听，有啊，真的很好听。之前有听过嗡嗡唱歌，很好听，真的，我超羡慕他唱歌的才能天分。之前嗡嗡不是跟海外，对呀、啊、对呀、啊，有啊，圣诞节的。那就好，啊，好好笑，又回来了，现在在吃午餐，好哦。昨天还有唱新年的啊，新年的，你唱歌也很好听，我唱歌没有自信。谢谢疯子的玫瑰 ，Hello 静。哒哒哒哒哒哒，哎，对了，那马友要不要唱一下？不行哎，我昨天真的是太开心了，而且我们公演结束后，我们去阿姐家，我们四个那个 Limi、雨晴跟肉肉跟我一起去阿姐家，然后吃薯条，然后就讲话，就是一直讲话，讲到大概晚上11点，然后再回家。我今天声音有点卡卡的，你们有听得清楚？听得出来吗？我的声音今天有点卡卡的。我有穿到你们四个的拍立得耶，真假的？我们只拍了几张而已，送了满满的自信。对，午安，背景不一样。对，今天是面对我的窗户，所以今天是阳光。羡慕嫉妒恨，还吃炸物啊？我们就是对啊，说吃炸物，还吃薯条，鱼薯条，炸鱼，好吃。欸，但是为什么最近有一个粉丝，他的名字忘记了，他的 ID 叫什么 TTP 反什么的，然后只要我 po 四个人的照片，就会出现说 Limi 是 LYMY 嘛， Limi 是学 SSKR 的吗？然后我们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我完全没有就是想到就是有人会这样子想。然后就怎么会呢？而且不只是我，就是雨晴也有，就是那个
有那个粉丝还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在留言区，就是说，哎，学 SS Care， 对，其实的留言也有，对，最近真的是好多奇怪的，也不是我的留言区，我的留言区只有那个而已，但是好像有一个成员也是，就是留言区被说什么。就说你以为双马尾好看吗之类的，我就想说他怎么那么呛人啊，就我想把我想想绑双马尾就算绑双马尾也不行吗？好不好看又不是什么问题，就那个绑个双马尾发文还要被骂，什么意思？不要想太多，兄妹对啊，不是我的，不是我也不会绑双马尾啊，但是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子？第一个还是有空吗？对啊，用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团体很常见吗？对呀、啊，这样太常见了吧？然后他说，所以根本都下了一年，难点呢，怕爆哎，真的不用理他，假粉丝啦。对啊，啊，可是正常不是大部分的 TDB 的粉丝是非常好的，我真的是，我就觉得我们的粉丝是太棒了，就是很保护我们呐、啊，然后就很懂我们呐、啊，然后就是真的是保护队哎，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就是 TPP 的粉丝真的是保护队，对，真的是保护队，很开心有你们。四个人每一个取一个字母，很奇怪吗？而且刚好 Limi 就是一个Love You Miss You 的意思，就觉得哦很棒啊，就是 Always Love You Miss You 啊，就是。我们是给闺蜜这样子，然后就阿姐昨天也是，就是一直跟我们说，哦，我真的好爱你们，我真的是很爱你们，怎么样？然后就哦，就是，她就说，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很少这样子聊天，然后就觉得哦，好想你们，就好像这个时间这样子，好想念这个时间，就觉得我们的名字真的取得很刚好，不是吗 ？Love you, miss you 啊，就是 always 啊，对吧？林姐是没有，她没有喝啦，她就是。他真的是这样，他每次都是这样，哦，真的很爱你这样子，他很可爱，马友爸永远站在马友面前，嗯，张张，纯粹只是懂得欣赏好的东西，哦，张张怎么那么会讲话？谢谢 Kix 爱的小熊，保护队好像是玲玲的，哦，啊，真的啊，他啊，对哈，叫保护队 ，Limi 保护队，对。阿卡酱 ，Hello， 而且我觉得哦，可是那个 anti comment 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坏话的那种留言，说坏话，说不太好听的留言的人也是胆子很大哎、欸，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多就是网络很厉害的人，就是很多人就是做了什么东西就可以查到他是谁，那他真的是不会怕被发现那是谁耶，就觉得哇天哪，他真的是胆子真的要够大，因为很多就是网络厉害的人就会知道那是谁嘛，对吧？谢谢是哎呦，谢谢ポンズ，私のポンズね、黄金センターで曲聞いて、OK、黄金センターで曲、後で聞いてみるね、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阿瀬、请问好言上班前。前会进行酒测吗？下次该测一下啦。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说阿姐吗？阿姐是没有喝酒的啦。怎么可能？我们是4:30左右到阿姐家吗？怎么可能？这样我笑的饭是不是叫？Hello， 谢谢浪客的红玫瑰，红包抢起来，红包抢起来，耶耶！我靠 ，Ali， 对不起，每次都是卡住，天哪，为什么每次都给卡住啊？我应该要换手机了吧？因为我手机是64G，哎，不是64G，是六十四 G， 对，六十四
然后我有很多照片，然后我的那个 APP 太重了，然后就很容易断掉。唉，我应该要买一只手机。64G 好的，不是64G，是64G。哇，你有六，你很烦哎、欸，你这样很烦哎、欸，64G嫌贵了。我要卖出去了吧？我要卖出去，然后就变成有钱人了。啊！好笑！我还有种信你卖手机的吗？把你的照片转给我，我带你保存。哎、欸，好像不错哎、欸。我在想要不要直接就是放在我的电脑里面，不要就是直接删掉这样子。宝可梦，谁会带64G啊？笑什么？要地震的时候应该很忙吧？难怪你出门都会带大包。好笑！我给你顶过一次，都是没有照片的手机吗？笑死人了，马上又是转，好笑！可以保留在我家的云端，啊，太好笑了吧！天哪，真的超好笑的哎！啊，64G，啊，我想象我有带64G，觉得超好笑，那给一个宝可梦阿伯冰了。啊，好好笑！谢谢小五送我好多掌声鼓励，那马友也是赚宝可梦，啊，太好笑了吧！地震手机震的比手机震的比震地震大吧，一定是超好笑的。阿俊，谢谢你的副业。哦，对了，我昨天呢看到台日交流协会的主管吗？文化部的主管。就是他来看我们的公演，他是一个来宾，就是马国多桑，我们的那个老板，我们的马国多桑的认识的朋友，还是我不知道是工作的伙伴，还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昨天，对，原来是台日，对，台日交流协会的文化部的人，然后女生，然后让她中文也是非常好，她也是个日本人，然后很大卡的贵宾，对，然后啊，每次都会有很多贵宾啦，但是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之前很有对台日交流协会有兴趣，然后就我刚好那个 Hokkaido 呢，就是北海道的弄奖，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只看潮族还是有看其他族，就是因为也要看他礼拜六有没有事情嘛，所以他可能就是礼拜日刚好有没有事情，然后刚好可以来这样子。我昨天应该没有乱讲话，到极限了，真的得去上班了。妈有一点都不怕，哪里来的小叛徒？是我自己讲小叛徒。谢谢小偶上班加油，每一场都会邀请不同的贵宾。对，谁？什么叫 Hello Luca？ 什么意思？我是麻友哎。弄奖是我教的，对，北海道来的那个弄奖就是一个我的朋友，他前阵子有去就是台日交流协会面试，然后我不知道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跟弄奖就是聊天的时候也是有讲到哦那个面试怎么样呢，或者是台日协会交流，哎，台日交流协会是在做什么呢，然后他也想要去哪里，就是哪一个部门工作呢之类的，我们就是刚好。刚好就是有个机会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就哎好了，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哎，真的假的，那个台日交流协会的文化部的主管居然来看我们的表演，就觉得哇天哪，好开心，就很对，这很开心啊。Cake hello 草莓酱，你说什么 hello 麻友，糟糕，我叫错名字了，惩罚，喝苦茶。你要喝苦茶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呢自己去买苦茶，然后喝苦茶，然后拍限动，然后传给我。今天的惩罚，以后谁叫错我的名字，谁，这是谁，谁谁说 Hello 美玲，小易，你要去买喝苦茶了，你要去买苦茶来喝，自己拍限动 tag 我，然后就传讯息跟我说我已经喝完了，好吗？
什么卢卡，嗨美丽，你好，乔丹，你是不是要喝苦茶？是不是想要喝？这样叫错了吗？是这样子吗？哈哈哈哈，嗨我往前翻，橘子前天表演好像有广告赞助商的贵宾，真的、哦？草莓酱在这，文化部的来看表演，对啊，办掉啦，笑死，抱抱哎、欸，很闹嘞，笑死，这次文化部，下次是国防部，惩罚这么重义的吗？看来马友真的上太多节目了，没有，没有，是我们受过的惩罚，你们也要，就是试试看，对啊，痴心，哎、欸，所以你们真的要，就是，传给我。你要自己去买哦，进来要先确认一下看谁呀、啊，不要一次看太多人，然后就不会错了。笑死！哎，你们很坏哦。什么、啊？我听不懂什么东西呀、啊？如果可以，当然最好啊。军事交流好像跟偶像没什么关系，对、啊，固定惩罚是喝柠檬汁，喝柠檬汁我觉得还好哎。我刚刚时候也是不小心叫错同学的名字，然后嘞。然后呢？每一个都叫宝贝就没事了，那个是渣男哎、欸，渣男、欸，那是渣男吧？那是渣男哎、欸！我有看过一个节目，然后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然后那种街头访问的那种影片，然后就看过一个日本女生，她真的很漂亮，然后她有一个她是一个就是他身边都是一个男生的女生，然后他很受欢迎，他就说每一个人都叫阿根，阿根就是一个绰号，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就是反正这个绰号，比如说，小环好了，比如说他叫小环，就是每一个男生都要叫小环。而且他很厉害哦，每一个人就是哦，因为你长得好环，或者是你很喜欢黄色啊，或者是你长得很像皮卡丘之类的，就是他会就是讲了一堆借口，然后就是一定要取成小环这样子啊，日文啊，他我看到是阿滚这样子，然后他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原因，反正就是每一个人都叫小环就对了，然后就说，因为我怕我会叫错名字啊，所以我就是每一个人男生都取小环，这样子就是叫错名字的时候又不会被发现这样子，小环我不知道，就是我取一个就是对中文的名字后就叫小环之类的，对，所以你们都叫小环。然后就不会叫错你们的名字之类的，小黄色的黄，对，小黄，偶像我也有听过，偶像给每一个粉丝取一样的绰号的故事，真假的，很不敬业，美腰美颈，谢谢你的红玫瑰，坤坤，谢谢红玫瑰，阿根，对对对，我有听过这样子的，这张很厉害，对啊，小黄来了。真的很谢谢马友在我面前，给我做面子。他说马友一直在盯着我，对啊，对啊。所以呢，你可以跟他说，就是如果他可以成为马友饭的话，我还是会盯着他的，一样盯着你，然后也会盯着他。比起小黄叫粉丝滴滴，同步率比较高吧，也是哎。稍微谢谢你戳戳我。Hello， 我是小黄，笑死。真的啊，我还听过有个偶像把每个粉丝叫麻油饭，那是谁？有啊，以前 SKE 的哦，前辈真的都叫，真的、哦、都是同样的绰号，但是他本来是应该有记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他有记得他你有讲过跟他讲过什么吧，只是他怕就是叫错名字，所以就是取了一个一样的名字，但是他还是记得你是谁，对吧？马友有叫错粉丝的名字过吗？好像没有吧？你们有被我就是认错过吗？有吗？因为我是不太会背名字的人，但是我非常非常会记你们的长相的人，所以呢，哦，名字这个东西真的太难了，对我来说，中文名字太复杂，就是真的是不太会背。对，但是我。很会记你们的长相，
可能有个渣男，每个女友叫宝贝。对啊，对啊，还有不是一个同个绰号，但只有四种左右，四种，真的麻烦，麻烦，你说麻烦，你说我麻烦，我被认成哎、什么郭美珍哎你就是啊，那应该没认错吧？只有音调没错。啊，念错，对对对，音调会念错。被马友改名的人，对，因为我不太会念中文名字，知道握手会的时候不太明白认真。启威，你不要闹，你我跟你讲，启威不用太明白，真的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有记得你吗，启威？我都把你画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没有记得你？康妮 ，Hello， 被改名的在研发地，因为我，我第一次是叫你说啊，我不会念那个品仙的仙，然后他们都说那个研发很咸的咸，我说哦，对，那就是研发地呀，这样子，对对对，我记得，你知道我是加菲猫喵，夫妇猫也知道你啊，就带你当青雨思儿，马友都叫思儿，但也是什么，但是会有人粉丝叫思。儿啊，真的哦，真的哦，直到马友都会取奇怪的绰号，阿爸，你是阿爸、啊，阿爸，原来是，那你过来，思儿，那你什么 ，Muru 吗？是 Muru 吗？是日文吗？那先教一下马友好了，我的名字正式读音是 Kaneshiro Takeshi， 啊，そうなの ？Kaneshiro Takeshi， 啊，そうなの ？Kaneshiro Takeshi。ムルっていうのあムルねあ我以为是那个哎注音哎笑死塞尔宝贝对呀塞尔宝贝江江江江也我觉得蛮喜欢的我要离开了为什么、啊、弟还是我叫你阿弟要不要阿弟阿爸不要那个阿弟呀、啊、还是阿基西阿基西就是韩文的那个叔叔红甲人 hello 以前呢、我把那个日文的卡尼卡尼呢？卡尼，我卡卡尼这个，有人就是传这个留言，然后我以为是利二，但是日文的那个片假名跟那个中文字真的太像了，我这个念成利二，卡尼，对对对，好怀念哦，对呀、啊，利二，好好笑，我在那边一直叫利二利二，你一直在传利二。他一直跟我说螃蟹，那卡尼的意思是螃蟹。或者会如果没有带名牌，马友大概猜不出我是谁吧？我不确定哎，还是带一下吧。如果你觉得没自信的话，就带一下嘛。卡尼笑死，对呀、啊，每天上班会经过立恒什么立恒二路，还好我已经专属名字了。对呀、啊，疯子。话说那个留言螃蟹的就是我。啊，是吗？那时候还想说你在叫谁，我也想说你们一直在立二什么啊？例行是例行哦。好，我也没自信，哪有？我跟你讲，研发力可以，我可以，这样可以。我这样子闭眼睛，研发力的那个样子，我已经这个非常非常清楚，128可以认出来，志燕。这边是念醒，我知道我超级讨厌这个醒这个字哎，因为有时候就是喊五金喊，不是五金醒，但是喊夜也是啊，喊夜不是醒夜，银喊不是银醒，很烦哎、欸，破音字真的很烦哎、欸，我可能要穿柴犬装，你才会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我就烂，我就知道你呀、啊，我就烂，空白谢谢的 popcat 破音字对啊。破音字很烦，对，破音字真的很烦呢。为什么炸酱面，韩国的那个炸酱面，有人会说炸酱面，那不是炸酱面吗？这也是破音字是不是？那都念 ek 啊。我也这么觉得，日文的生也很难。为什么？生ビール生きる啊生哦，对对对，还蛮难，还不错难。其实朋友比较常叫 RJ， 为什么 RJ？ 为什么是 RJ？ RJ 是零姐哎。炸酱面对呀、啊，你好你好，嗨大比当，日文音读讯息啊，很烦，对，没错，
行之前讲过是意思就是当名词就是很常用是喊，那动词就是行。是假吗？我也是假耶、欸、还好啦，刚刚和这个字有几个音，你说那个日文的吗？哇 ，nodo， 哇，哎、欸，哇跟 nodo 而已，不是吗？那过咪，三个字，三个而已啊，三个音啊，那过咪嘛，那过咪，还有黑哇 no 哇，然后一个就是一个哎、欸，黑哇那过咪 ，nodo。教育部一天到晚改读音，我也很无奈。我 ID 后面 RJ 其实是我的另外一个绰号，哎，是这样子哦。那为什么是 RJ？ 我以为是你是林杰的 RJ 耶。中文不是和跟汉吗？平和和平的和嘛，然后就汉，哎，不是啊，那个不是，哎，等一下我看看，哎，不是啊，和而已，不是吗？和吗？我们家都念炸，真的啊、哦，炸酱面，然后炸酱面都可以是吗？大和，叫嚯，嚯，嚯，カズヤ，そうだね，本当だ，日本語って難しいね。日文的和有四个念法诶。なごみへいわ。え、でも、え、待って、ちょっと見すぎて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きた。漢字ってさ、見すぎたら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こやん。なんか、え、この字何みたいな。なってこわん。ね、タピさん、私のさ、あれ見たことある？あの、お芋ちゃん見たことある？两种都有人念、不知道哪个对。这种有正义的读音、考试不会考啦。对啦。就是没有对错。就是一个习惯性。マヨ有考中检之类的吗？我考过了。考过最高级的，对，很久很久以前，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被骗到，只有林姐知道。哦，是这样子哦。おいもちゃん、記憶にございません。じゃあおいもちゃん見せてあげましょう。待っててください。我要带地瓜来。瓜瓜地瓜。在睡觉呢，地瓜讲的是好厉害哦！最高级的中间我一定过不了。好，中文的读音有两种，汉跟和吧。还有什么？新しい子、そうだよ。爱睡觉。墨迹也来了，墨迹也来了。好可爱！哎呀，我想睡觉了，想睡觉，很想睡觉，想睡觉呢，想睡觉。小猫叫我地瓜，妈说要吃醋了吧。其实有六种读音，真的假的？至少有五种，真的那么多、哦？今天有看到那边麻薯在那边，麻薯就是一直陪他。哎呦，要去哪里？
还是你要来这样？奶奶，快点！嘿嘿嘿，他就是喜欢这样，对吧？他多大了呀？大概一个月多而已。两只猫咪的名字都好吃的食物，对啊。地瓜是什么品种的猫？它米克斯，它好像是，它的妈妈好像是三花猫，然后它的那个妈妈三花猫就是跑去外面，然后就怀孕回来，所以是米克斯。こんにちは、ゴルフ中なので挨拶だけ。了解でしょう。了解でしょう。都已经被抱到不想抱了。おいも、そこ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しょ。めっちゃね、服の中が好きなんよ。ね、おいもそうだよね。おいもそうだよね。ここ好きだよね。アリちゃん、シェシェニーのポップキャット。シェモノンベイバー。所以不知道爸爸是谁吗？不知道。然后那个，我一摸的妈妈就去洗澡还是什么的时候，就那个美容师说：“哎，她有怀孕哦之类的。”然后他那个主人也是不知道这样。まだ子供なのになかなかの変態だな。可愛いの。可愛いの。オッケーだん、ディゴダパパ、え？この子は大物になるぜ。かわいいの。ディゴ、我跟你换一下、你来看直播。我来背包。モチ、モチ也来了。モチ来。モチ要不要来？要不要来？モチ、モチ、モチ要不要来？快来呀！要不要抱抱？要不要抱抱？啊，不要，好吧。待会麻友要打喷嚏啦，对呀。好了，睡觉了。谢谢你的幸运事业，早。可爱吧？一直做我的那个刷小巴干嘛？要去哪里？谢谢蝴蝶结，谢谢，这是 cookie 吗？谢谢你的幸运事业，早。猫あったかいよね。小学友達の家の猫めっちゃあったかかった。あったかいのマジで。よいしょ。好啦好啦。下次回日本会想要带他们一起吗？不行。我觉得我还是得就是给朋友。对。谢谢 Cookie 的行李箱。おいも、お不是おいも、是谁？おいお持ち过来，お持ち过来。要不要抱抱？要不要抱抱？おいも你要去哪？好啦。你要给姐姐玩，你不是给姐姐玩，陪姐姐玩，三猫东西出现，好了，好了，出现的画面，你们想看母鸡吗？哎呦，好了，地瓜去吧，地瓜回去。地瓜回去，让妈出来。哎呦，哎呦，我们起来。起来！哎呦，好大只哟、哦！你好大只哟、哦！你们鸡好大只哟、哦！可爱哟、哦！又是么家，么家，么家鼻子有东西哟、哦，鼻子有东西，哎，没了没了，来，么鸡，美女，小美女，小美女今天没有生气哦，哎，等一下，延时啦。有延时呢，乖乖乖！突然觉得好大一只。前は嫌がったな、今はおとなしい。そうだよ。乖乖。ニョニョ。那陪妹陪妹妹玩好不好？去陪妹妹玩。看地瓜来，下来。嗨，去姐姐，去跟姐姐玩。哎，笑。哎。好幸福的生活，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地瓜在不能做什么做坏模样，
子子怎么一直一说就生气啊、哦？真的好开心哦！他们两个就是感情非常好，就觉得非常开心，而且那个画面有够疗愈的。两只猫在那边一直睡觉，そんなことなかったか？嗯？お餅をね、ライブ配信嫌いなんだよね。麻雀会打地瓜巴掌吗？不会，但是这样轻轻的，砰一下，砰一下，这样子，好可爱。地瓜麻雀很配耶，对啊，但我还没有po文呢。麻雀突然变很大只，一定是因为有了比较，对，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不对？哎，已经两点半了，我差不多要念板了，大家。还有呢，我想要跟大家说声谢谢，因为我刚刚看到握手会的数字，然后就居然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一直很害怕开到第四步，然后就可能就只有十张，可能就五张这样子，然后就其他时间都就是在站着看别人握手这样子，我就是很害怕这样的状况。但是后来我看到就是只剩66张之类的，我就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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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而且非常感动。我就觉得哦，有麻友饭，麻友饭的大家真的很伟大，觉得很开心。然后谢谢麻友饭们的努力还有就是支持，觉得真的很感动了，真的很感动。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谢谢。没有卷了，没关系，我真的是勉强，不勉强大家，真的是希望大家开心，而且希望大家就是玩得开心，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对，谢谢 Gex 和你一起，谢谢江江的 Pop Cat， 对，真的是很开心，谢谢奇伟的真情告白，江江谢谢你的 Pop Cat， 恭喜麻友，期待握手会，真的谢谢娜娜酱，鸡肉饭替麻友饭开心，谢谢安安。昨天甜掉了，谢谢，辛苦大家了，一起勉强大家的意思，嗯，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啦，那我要念板咯，大家，我可能就是画面会卡住，但是声音应该听得到。好，今日日版 OK， 看到了，今天第十米夫妇猫喵，谢谢，今天第九名奇威，谢谢，今天第八名张江，谢谢，今天第七名 Cookie， 谢谢，今天第六名念错名字的草莓酱，谢谢，然后今天第五名 Marker， 谢谢，今天第四名蹦子，谢谢，今天第三名 Liku， 谢谢，而且你换了大头照，开心，今天第二名 Kicks， 谢谢，今天第一名小五，谢谢，开心，你讲国语好好，谢谢你，欢迎来追踪我的 IG， 我叫藤井麻友，谢谢麻友帮我庆生，谢谢，生日快乐哟。好啦，那我今天到这边咯，拜拜，下次见，下次见，期待握手会能遇见麻友，能与麻友相见，好哦，等一下出门练习，还是凉凉的，找好衣服，好的，谢谢，またね，トピさん，ありがとう，拜拜。